以下节目只表达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公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异而产生期望落差，请自行参阅坊间风评，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又到咗废 up 十分钟嘅时间啦！呢、這个节目咧，第一系废嘅，第二讲十分钟就会收工啊！系逢星期一都会推出嘅节目，咁都系同各位吹下水啦，倾下偈嘅啫。咁提提大家，我哋有章节功能，你可以选择翻自己想收听嘅部分收听啊！今个礼拜嚟讲，都系一个停播周啦，即系我睇紧嘅几套剧都系停播嘅，即系譬如韩剧，我睇开嗰套啦，《Vincenzo》黑道律师。问心咗就系今个礼拜停播，系啦。咁另外美剧嚟讲就对 Flash 啦，停唔停播我冇乜所谓嘅，俾我唞下仲好啲添。咁今个礼拜停播有咩好睇啊？四台联播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啊。四台联播即系 YouTube 所谓 crossover 啦，即系小说剧啱 channel 是当真同埋 FX 啦。其实四个台嚟讲，我平时睇开是当真多啲嘅，虽然系咁，但系呢排有好多广告咧，啲质素好惨。即系譬如佢而家啲广告，我觉得太 hard sell， 我就唔中意。但我会中意啲佢唔系广告嗰啲片咯。即系譬如佢最近有套系咩《冰岛龙骨滩》定唔系《冰岛滩古龙》？哇，嗰条超好睇。但如果卖广告嚟讲咧，我觉得之前有 Adidas 嗰条片都 OK 嘅，四条片啦。我中意小薯茄嗰条多啲嘅，咁是当真嗰条都 OK 咁样咯。咁其实成件事我都几佩服嘅，即系嗰啲人力物力统筹算系咁啦。咁而佢呢啲年度 crossover， 佢好鍾意將佢比成 Marvel 嘅，係啦。但呢樣嘢我有少少抗拒嘅，即係唔係淨係 Marvel 先有㗎嘛，係啦，即係 CW 都有㗎嘛，係咪？咁我哋網台都有個網台 DCEU 啦，即係 YPR 美劇引動費就係我哋嘅網台 DCEU 啦，係啦，我呢個十九台就冇份啦。咁今日最主要都係講兩套作品，第一套係《楊過兒雕兄》The 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咁另外一套就系一套韩剧作品叫做《Mouse》，净系讲呢两套作品，我谂都可以讲好耐，十分钟内我尽量同大家讲晒佢啦。系啦，咁我哋一开始就处决咗听众先啊。NNY 佢话教主有中啊，一冇开 live 个 subscriber 即刻直升8000。Leo Terry 佢话 HBO 有一套新剧叫做《The Netters》，其实几好睇。咁我见其实原来系 Joss Whedon 去监制嘅，系啊，有啲兴趣。佢系讲总之。在 Victoria 那个时期有一班女性突然间有一堆超能力，跟住去唔知做啲咩嘅。係啦，咁 Alfred 佢话教主 Disney Plus 有一套叫做 Big Shot， 几好睇喎，出咗一集，有啲似 Ted Lasso。我望咗个故事大纲，暂时嚟讲冇乜兴趣住。係啦，大家睇下点啦。阿 Wa Chan 佢话睇咗上戏嗰条预告，唔知点解有少少花木兰嘅感觉。上戏今个礼拜出咗条 trailer， 咁坊间嘅风评系个男主角好样衰。好似伏味好浓郁，我自己就我冇乜嘢嘅，系啦，即系我觉得样唔样衰依家嘢。譬如我睇 Titans 之前啲人都喺度闹 Starfire， 点知睇完又觉得 OK， 所以你唔知噶嘛，系咪 ？Marvel 拣佢做男主角有佢嘅原因噶嘛，咁同埋你睇上戏，你估真系睇男主角嘅咩？你睇梁朝伟嘅啫嘛。Rio 佢话 Sweet Home 真系要睇晒先好评啊，其实一啲都唔差。Sweet Home 系一套都几耐之前嘅韩剧作品嚟嘅，金济之国的有妻嗰排出嘅，咁佢系一套韩剧作品 ，Netflix 推出，咁又系话咩千万金元大制作啦，咁但系奈何其实佢系一套评价极度之两极嘅作品，系啦，我系属于踩佢嗰批嘅，系啦，咁问题系点解你会觉得我系未睇晒先评呢？因为我系睇晒。而我是觉得难睇嘅。啊 ,EE 冲佢话如果你冇 DC 嘅底，你可唔可以睇 Superman and Lois 呢一套劇集？可以。Superman and Lois 一套 CW 嘅劇集属于 Arrowverse， 咁但係佢係同十几年前嗰套 Arrowverse 嗰架作品係完全脱勾嘅。同埋佢好多嘢都会真係当你係白纸咁重新介绍返个故仔嘅。Wong Raymond 佢话一个哲學嘅问题，好睇咗嘅 The Flash 仲系唔系 The Flash？ 这个问题问得好。咁我哋首先要定义咗何谓之 The Flash， 即系 The Flash 同佢戇鳩嘅剧情系咪一个不可或缺嘅关系？其实而家第七季暂时嚟讲好过上一季咯，
纯粹系咁。阿 苏歪亮系话教主觉得对 Flash 整体嚟讲第几季最烂，你咪玩我啊？你唔记得咗第六季我哋睇咗啲咩咩？手拖手嗰段啊？第二，佢话唔知点解觉得咁啱得咁巧 ，Arrow 变差嗰阵就系对 Flash 最好睇嗰阵 ，Arrow 回勇嗰阵就系对 Flash 变差嗰阵，唔系咁啱得咁巧，呢、這个叫能量守恒定律，啲资源真系拨左拨右嘅啫，好简单。阿 Yoda 苏佢话上次讲咗日剧《天国与地狱》，咁佢话睇咗两集啫，咁 Mouse 都有追，佢话喺入面有一个类似叫做赵斗淳嘅角色就最深刻。赵斗淳系韩国一个好出名嘅，我唔想用出名呢个字去形容啦，好轰动成个韩国嘅一个强奸犯。咁佢系强奸到一个八岁嘅细路，系要终身用尿袋，系好捻恐怖，而佢而家放咗监。呢单 case 喺 Mouse 入面系有 reference 嘅，咁而最新佢睇咗套日剧就叫做《阿色刑事组》，暂时嚟讲都唔差，觉得两位主角都好正。《阿色刑事组》呢套日剧我睇咗一集，唔差，但系好日剧咯，我觉得。Lam Tommy 佢话终于都讲韩剧 Mouse 啦，自己觉得第五同埋第十二集真系叹为观止，剪接同编剧真系做得好好，希望唔好烂尾。阿 Bargain 佢话教主终于都开咗 Mouse 啦，见教主咁耐都冇讲呢套，以为你觉得呢套戏麻麻地，唔系，即系如果有得等，我系会想等嘅，韩剧不嬲都系，咁尤其是而家呢一套咧，我开咗之后真系欲罢不能。其实我而家有啲抌心口嘅，我应该系等晒先追嘅。佢话 Mouse 最新嗰两集嘅剧情铺排真系好捻神，你讲好捻神，我话俾你听系好捻黐捻线，你发神经地神，真系黐捻线。呢套剧系真系要讲粗口成赞佢，屌乸成，即系黐捻线嘅呢套剧。佢话编剧落咗好多伏笔都收得翻，暂时嚟讲觉得今年最好睇嘅系呢一套 Mouse。第二好睇嘅系民心座，唯一惊嘅就系回南美。嗱，而家猫声，我睇到第十五集，即系我可以讲系神剧，系神剧嚟嘅。屌你老尾！嗱，你发现头先咁多个 comments 都系话担心点解咁多集数回南美，担心呢样嘢嘅啫。但系你 so far 你而家睇咗咁多集，佢所有嘢全部都好冷静啊，真系好冷静。你话觉得系今年最好睇嘅作品，今次呢一套 Mouse 如果佢 keep 住呢个质素，佢冇烂尾，佢系我韩剧十大嘅作品。我哋阵间再详谈。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入正题啦。咁我哋今日嘅正题讲两套剧集啦。第一套系 The 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咁因为 The 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 啱啱好今个礼拜出晒啦。咁佢系 Marvel MCU 出嘅电视剧作品啦。咁第一套系 WandaVision， 而家第二套就系 The 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咁呢一套咧就一季嚟讲得六集嘅啫。过去嗰六个礼拜，其实我都 keep 住每集有追嘅。咁但系唔系每个礼拜讲个原因。其实冇乜特别，系啊，真系冇乜特别。而家出晒六集，其实坊间都即系有个隐忧，其实系咪有第二季？因为个故仔系未完嘅，系啦。咁如果佢冇第二季，其实你就真系好似断咗尾咁样，系啦。咁加上 Disney Plus， 其实个水喉都够嘅，会唔会佢其实真系会有第二季呢？《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睇晒啦，自己觉得。可睇可唔睇，即系唔睇冇坏嘅，除非你系 Marvel 忠实 fans， 你睇少样嘢都唔得嘅，咁你就睇咗佢啦。系啦，咁同埋佢最后嗰两集我直头系 hea 睇嘅。我之前讲过嘅《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只要佢成套剧中规中矩，咁我俾佢嘅评价已经高过《WandaVision》噶啦。咁因为《WandaVision》系玩鸠啲观众，所以我好唔中意嘅。系啦，咁然之后完咗啦，成套作品，我喺度谂，使唔使你真系咁中规中矩啊？真系非常之中规中矩嘅作品啊！佢冇 WandaVision 嗰种反台，个原因系因为佢都冇乜嘢可以刺激到你嘅，即系佢冇 Captain America 嗰种第二集、第三集嗰啲刺激嘅画面啦，亦都冇咗嗰种政治暗讽嗰种味道啊！见佢打戏就系打打打打打打，跟住去到下一场打戏又打打打打打打，但系佢啲打戏系冇内容嘅，唔知打嚟做乜嘅，就系、是、喂我而家有呢集角色。是不是都要打打咁样啦？譬如咩叫有内容嘅打戏呢？即系你睇翻电影，我哋睇翻 Cap 二，你见啊
阿 Captain 去追阿 Winter Soldier， 或者是你见阿 Black Panther 去捉 Winter Soldier， 佢哋捉完其实是有个故事喺入面噶嘛？点解佢要捉佢啊？打完之后佢发现咗啲乜嘢啊？咁但系喺呢套剧集冇嘅，好似真系纯粹俾个 time slot 佢，我而家呢个位置就要打啦，打啦咁样，系嗰种感觉咯。政治暗讽嗰样嘢咧，其实我睇第一、第二集，我觉得 OK 嘅，系啊，即系譬如佢有讲新嗰个美国队队长啊，有讲一个碎旗者嘅组织对翻呢个左交协会啦。咁、那个问题系咧，你咁多即系关于政治上嗰啲嘢咧，佢冇 develop 到嘅，即系碎旗者我睇咗六集，我唔知佢做乜嘅，即系无啦啦又弹过有个叫做 Broker 的人，中间有劲多个人名，那些人是不做嘢嘅，讲啊好多方面有不同的冲突，但是所有嘢用把口去讲。即是说我同你的理念是不同的，他这样就当解释了一些人物关系的了，那我就真的喂，我看 WandaVision， 起码你讲 Agnes 是奸角的，起码我都见到有场古代的时候做女巫被迫害的戏，去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这么妒忌 Wanda 那些能力。哇，今次这套 Falcon and Winter Soldier 所有人物关系是面的，咁然之后突然之间好多敌人啦，每集又出一个敌人啦，跟住有 John Walker 啦，有Simo 啦，有 Wakanda 啦， John Walker 又变中变奸变中变奸啦，跟住 Simo 又唔知佢諗乜啦，咁其实消化唔到嘅，唔係坦白讲係冇嘢值得去消化囉，即係佢啲人物关系唔係俾你去感受嘅，而係就咁讲出嚟係咁㗎啦，佢哋就算㗎啦，係啦，咁而画面动作特技其实佢用返 Marvel 嗰个电影嗰个 team， 其实就冇乜嘢好弹嘅，即係起码冇 CW 劇咁差，係啦，咁佢空战拍得好睇啦，但係落到地下打就我觉得 Daredevil 好睇啲啦，即係画面上我觉得第三集我去讲啊 Falcon 同 Winter Soldier 去一个叫做 Madripoor 嘅地方，嗰、那个地方所有 concept up 都係好靓，即係諗返啦啲第四、第五、第六集讲咗啲乜呢，我諗唔起个故事大纲，其他即係譬如造型方面我觉得 Bucky 新嗰个造型 ok 嘅， Falcon 就不过人哋话跟漫画就算啦咁样。最后嗰集第六集呢，其实我啱啱先睇嘅啫。哇，佢最尾嗰集系乱撚到扑街。系啊，我死我疯狂地插呢一套剧，我惊我俾人围剿啊。佢最尾嗰集呢系剪得好乱。我自己我觉得有啲似系人哋韩剧呢，即系譬如我今个礼拜停播，然之后我就播个特辑去回顾下啲剧情。我觉得今次第六集有啲似嘅，但系问题我未睇过嗰啲剧情咯。呢度剪一橛，嗰度剪一橛，然之后好似夹硬俾你叫做好似速食解释咗个故仔发生过啲咩事，好多嘢冇头冇尾嘅，纯粹你帮我重温翻个剧情咁嘅啫。咁我就睇得好 hea， 系啦。咁我喺度谂会唔会同佢即系可能啲 schedule 赶拍嘅原因有关啦。即系你见之前 WandaVision 同今次呢一套 The 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 其实个收尾咧都算系 hea 嘅，系啦。之前 WandaVision 佢有讲过，其实佢系拍唔切嘅，所以佢个结局系改咗嘅，咁而今次我都觉得好有呢种感觉啦。咁如果 Marvel 系因为 schedule 上就唔到，即系你连续两套剧都系咁样嘅话，其实你会唔会系低估咗电视剧嗰个制作流程呢？即系譬如我哋成日讲 Marvel， 其实佢一直以嚟嘅电影系列，佢只不过系将一套电影剧集化。电影剧集化嚟讲系易做嘅，其实喺嗰套剧入面，你个尾留翻啲位摆落下一个故事度，或者系中段你介绍翻啲新角色就可以嘅。咁而你电影两个钟头嘅长度，你入面占嘅篇幅可能你搵15至20分钟，其实就已经做到噶啦。而但系你用同一条公式你去拍翻一个电视剧，做翻一样嘢叫做电视电影化，即系用一个电影嘅质素去拍一套电视剧。咁諗住啊，都其实都几易做啊，但係佢忽略咗嗰样嘢係，咁你一个故仔你要用几多集去讲呢？咁即係譬如今次 The 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 六集嚟讲，好明显係太短嘅，好多嘢讲唔到，然之后扮劲多条线。WandaVision 相反用太多集数，同埋喺 Cliffhanger 嗰度你要点编排呢？你见佢而家今次呢一套剧呢，佢每集个结尾个 Cliffhanger 其实纯粹係抛一个新角色出嚟，咁就当令到你想睇㗎啦。即係譬如你第一集的结尾他就铺了 John Walker，
第二集个结尾就系铺咗仙母，第三集个结尾就系铺咗阿瓦坎达嗰个女人出嚟，去到第四集个尾河 OK 咯，即系真系叫做有啲嘢系关个剧情事，就系讲美国队长杀人。而如果你头三集都系一啲我抌啲新角色嘅，给你睇下一集嘅话，其实呢个系依靠观众对 Marvel 嘅认识噶，即系如果我冇睇开 Marvel 嘅剧，咁我就咁睇，你最后弹个仙母俾我，我鬼知佢系边个咩？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好明显嗰样嘢系，佢开头谂得好美好咯，跟住然之后好似拍到中间拍咗几集，就觉得喂我顶唔顺，我搞唔掂，跟住后屘就 hea 拍嘅感觉。个考虑啦，即系其实佢会唔会有第二季呢？定还是可能去接其他嘅电影故事？咁其实唔知嘅，因为佢成个故仔唔完整啊，即系屌你老尾，佢冇嘢解决过噶喎，成季佢纯粹系逼阿 Falcon 做咗美国队长咁解噶啫。坦白讲，今次呢一套剧中规中矩，冇 Wanda Vision 嘅反台，但系亦都唔系话好睇个 Wanda Vision 几多咯。咁坦白讲，我觉得 Loki 差唔多嘅啫，系啦。咁我嘅期望都系保持翻系我睇仔就算啦，系咁多嘅啫。Falcon and Winter Soldier， 咁然之后就留翻啲火药，唔系留翻啲火力，同大家讲另外一套韩剧作品。可能你而家想转台，但系你听咗佢，系啦，你放心，因为呢套剧我唔会剧。头我只会同你讲睇捻咗佢，我成日喺度谂咧，我话唔会剧透去讲一套剧，咁有咩好睇咧？系咪？我觉得系即系我自己做呢个台嘅特色嚟嘅。你未听开我，咁我同大家讲讲啦。我自己份人咧好惊剧透嘅，我偏向系我想讲完套剧出嚟，系令到你自己想睇嗰套剧。即系如果我觉得我好享受嗰种乜都唔知嘅感觉，我就会将嗰个观赏感受都会留翻俾你嘅。听开我嘅话都唔需要惊话。会剧透到嘅嘢嘅，系啦。如果真系有剧透，我会话俾你听嘅。韩剧《Mouse 窥探》，咁其实佢而家仲播紧嘅，播到去第15集，好捻好睇，黐线嘅好睇，系神剧嗰个级数嘅好睇。其实呢一套剧真系口碑先至会吸到人睇嘅。正常嚟讲，见到一个故事大纲，未必真系想追嘅。系啦，咁《Mouse 收视黑马》，咁我建议你《Mouse》，见我讲得咁黐线，好想睇，唔好 search 任何嘢。而家真系唔好 search 任何关于呢套剧集嘅嘢，你一 search 亲嘅所有嘢都系爆桥，而佢条桥嗰种不能剧透嘅程度系 Mr. Robot 嗰种。而家第15集 total 有20集嘅，只要佢唔烂尾 keep 到呢个水准，佢已经系我韩剧嘅十大，人生十大啊！而佢最新嗰两集系真系好捻癫，呢个礼拜睇完嗰两集，我先发现，妖咪就系 Mr. Robot 咯。即系 Mr. Robot， 我谂都要同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系一套咩剧嘅。Mr. Robot 早几年出嘅，啲人话 Wanda Vision， 有啲人系盛赞佢嘅，哇，好诡异啊，要猜谜啊，估发生咩事啊，有扭桥啊。我嗰阵时都你真系未睇过 Mr. Robot。Mr. Robot 系一个我哋叫做不能剧透嘅作品，系啦。咁其实如果而家咧喺香港正途有得睇，即系我见 Now TV 啦，其实佢今个月佢出咗。一个叫做 Now Studio， 主打咗5-6套剧啦，揾一啲其实系好捻好睇，但系冇乜人讲嘅剧，即系譬如佢有 Mr. Robot，Mr. Robot 系超级好睇，但系好冇乜 noise 嘅作品啦。咁另外有一套叫做 Street Creek， 我都真唔识读，富家穷路系啦。咁呢一套咧揾唔到斜道嘅啫，跟住有一套叫 Remy， 咁呢三套我都觉得 OK 嘅，系啊，有兴趣你可以研究一下啦。系啦，咁讲翻 Mr. Robot 先 ，Mr. Robot 系啊。一套不能剧透的作品，咁佢个故仔讲咩咧？即系纯粹系讲个男主角咧，其实系一个黑客嚟嘅，即系有份正职就做啲网络安全公司。一次做嘢嘅期间，佢就被招揽入咗嗰个黑客组织。咁其实佢嗰个组织就系想做一啲计划去推翻即系资本主义最 top 嗰1% 嗰啲人嗰啲资产。其实是一个咁样嘅故仔嘅，咁但系入面系有啲迷幻啦、奇怪啦。可以有一集入面，佢净系讲个男主角喺个电视剧世界嗰度玩，然之后佢可以成季去讲个男主角喺自己屋企嗰度写日记，去玩啲好奇怪嘅嘢，套嘢好撚癫嘅。咁而睇 Mr. Robot 嗰阵时睇到系最惊系烂尾嘅啫，
系啦，放心冇难度嘅，包头包尾包得好靓。佢个原因系佢做咗个 misdirection， 佢一直以嚟讲紧 B 呢样嘢，佢会令到啲观众以为我就系想睇 B， 但系其实佢最后就话俾你听，其实我系讲紧 A 呢个先系重点。系啦，咁但系我套剧其实一直都有讲 A 嘅，只不过你冇留意到嘅啫。咁所以你睇完之后，明明我想睇 B， 你俾咗 A 我，但系你 A 包得靓 ，B 讲得求其都好，我都觉得你好捻好睇。系啦，系咪唔知我讲乜咧？好简单，睇捻咗佢啦。睇撚咗佢就知噶啦，系啦，咁呢个就系 Mr. Robot， 系啦，咁而《Mouse 窥探》讲翻呢一套韩剧作品，系啦，我而家推紧美剧，人睇好撚正，佢就系 Mr. Robot 加 Dexter 加 Mindhunter， 系啦，咁如果你中意呢几套美剧作品嘅话，你一定要睇，真系黐撚线，系啦，咁《Mouse 窥探》即系可以剧透到嘅故仔就系讲有两个警察佢系查啲 case， 而嗰啲 case 咧系一啲心理变。变态 psychopath 做嘅 case， 咁譬如佢有啲 case 有一个系强奸犯，即系好似头先讲嗰个赵斗淳事件咁样，系走去揾啲细路强奸嘅，咁亦都有啲系譬如斩头啊、分尸嘅案件啊，咁而佢嘅尺度系高到有几集系19禁嘅，系你真系唔睇得嘅，即系如果你系未成年嘅话，咁而佢好多 case 都系同细路仔有关嘅，系啊，即系杀啲细路仔啊、强奸啲细路仔啊、伤害啲细路仔啊，纯粹系讲呢两个警察去查案，咁但系点解会有 Mr. Wobble 嗰种扭巧猜谜呢？咁你就真系要睇啦。佢嘅特色系成套嘢唔系线性时间线嘅，系插叙嘅。佢喺一集入面都可以插到飞起，即系可能十年前，突然间五年前，跟住讲而家，再讲几日前，再讲几个月前咁样嘅，乱咁插。咁佢就会疯狂地出现一堆时间空缺。咁嗰啲时间空缺，你就会估到佢应该后面先至会补翻嗰个时间空缺俾你，因为佢一集成90分钟嘅，好 Q 长嘅。你睇紧嗰阵好眼瞓、哦。想飞喎，冇所谓。飞啦，我自己睇我都飞嘅，你一定会睇几次嘅呢一套剧，系啊，即系你睇到后尾吓咁噶，跟住你就会翻翻前面睇嘅，所以你开头第一次睇 skip 系冇所谓嘅。我自己即系今个礼拜佢出咗第14、15集，哇，好卵癫！我就系睇完今个礼拜呢两集，我就发现原来我真系睇紧 Mr. Robot 第14集咧，即系有一幕好印象深刻，佢讲男主角揾到一间屋，咁有个地下室，咁佢就想打开嗰个门，然之后有另外一个角色叫佢你唔好打开，哇，那个位好撚正，系啦，我冇剧透到噶，我系冇剧透到噶，哇，好撚正，黐线，系嗰种你估到将会发生啲咩事，但系佢仲未开估俾你，但系你又意识到佢之后开估嘅嘢系啲乜嘢嘢，哇，嗰下好撚正。系啦，咁另外第15集啦，其实佢系一个大解谜篇啦，即系有啲似 Mr. Robot 嘅第三季，系啦，即系佢解释晒你头嗰十几集，你见到好多事其实系点样发生嘅。咁但系剩翻仲有5集，咁会唔会冇嘢做噶？又唔需要担心嘅，佢仲有堆嘢未解释，即系譬如冇剧透啊，你放心。譬如女主角嘅童年回忆，男主角嘅姨妈，跟住仲有一个知情不报嘅神秘人嘅身份都未公开，系啦，咁而呢啲嘢5集够唔够做呢？系够做嘅。我之前都讲过呢个编剧系写个 black 叫地狱使者定或者叫黑暗使者啦。其实佢有个模式系佢好刻意会将一个好简单嘅故仔复杂化嘅，呢个系佢嘅特色嚟嘅。其实佢会写一单 case， 然之后佢单 case 系会故事中故事公故事中故事，劲多个故事嘅。咁而依家呢一套韩剧《Mouse》睇到第15集，坦白讲你会觉得个故仔其实好似完到噶啦，系啊，因为正常一套韩剧系16集。但是为什么还有5集呢？很明显它还有一些支线是未解释的，是的，而那些其实你想到的，因为前面排了一些伏线给你的，但是都是睇咯，真系好冷静，黐冷静呢套剧，系啊，真系好耐冇睇过呢啲叫做所谓神剧啦。虽然我唔想滥用神剧呢个字啦，尤其是套戏未做完啦，系啦，咁但系当年 Mr. Robot 我都系睇咗第一季，我已经同佢讲系神剧啦，系啦，咁 end up 佢都冇对，冇令我失望嘅，系啦，咁所以 Mouse 都 OK 嘅，期待嘅。如果你未睇，你可以等晒先一次过睇，即系我自己睇剧睇好快嗰啲咧，咁我就真系一次过清晒，我而家就真系棘住咗，我仲要等多3个礼拜。拜啊！顶你个肺，系啦。咁其实我觉得算好彩嗰样嘢系咩咧？而家15集。
停咗喺个尾位咧，其实仲未令到我好想追下一集嘅，因为佢编剧都特登嘅，韩剧系一个礼拜播两集噶嘛，咁佢一定会喺第二集、第四集嗰啲哭位系劲啲嘅，咁而今次窥探佢都系嘅，第十四集嗰个哭位系好撚爆嘅，系你真系会焗住想睇第十五集嘅，咁但系由于之前真系佢停播咗一集嘅关系咧，所以佢而家嗰个集数系 shift 咗嘅，系啦，所以系十四、十五一个礼拜，十六、十七另外一个礼拜，所以佢啲哭位系变咗嘅。相反就系你遇到一个好吸引嘅哭位，你第二日就有得睇，咁呢个系佢嘅好处。系啦，虽然讲到咁样啦，都系三个礼拜啫，我会追噶啦，我会追噶啦，就系咁。咁十分钟啦，好快啊，十分钟，下次见啦，拜拜。